伤心洞在那里，然后从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有个牌子，从这里上去就可以去那个哈马斯那里。我们现在走，哇，来到这里，这个石头也是很大的哦。你看，这样直直下去，这个也是很大哦。哇，视野很好啊！啊，这里居然还有消毒碗柜，应该是有人在那里野餐啊，做一个点在这里休息啊。哦，来到这里了。我之前都是从那边上来，那边是没有路的，一直走野路上来了，然后到这里，这里有一块情人石啊，那是情人石，看这两个情人在对望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两个，是吧？这个情人石。穿过这里，上面就是山顶了。但是那个蛤蟆石，我之前来过没看到啊。这里就是山岭上面那条小路了，沿着这条小路走，一直走到这山岭上面的，快日落了。你看这里这块石头，它好像崩开了一样，是不是？像崩开了一样，像这些。然后这些不知道什么花吧，上次也看这个，不知道是什么花来的。嗯，不知道还要走多远，那个蛤蟆石。啊，视野多开阔啊！你看，哦，那里那块石头啊，就像个将军帽一样，他们说叫将军帽石。那现在转完一铺，没看到有哈麻石啊？是不是这一块啊？这块侧的看着有点像啊，是不是这块？这块就是哈麻石啊？嗯，应该是吧。我在总部那边去看一下有没有。哦，还是那一块，那块也像啊。这块像不像？应该是这块吧。这块是有点像哦，你看斜斜的那个蛤蟆头啊，然后你看哇，很热闹，是有点像哦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，我也不清楚。从这里下去。这样看就没那么像了。这样看像不像？上不去啊，继续走。我之前走一直走到那边去啊，然后想过去中山书院，但是没有路啊，都是芒草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路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近距离的看一下那个将军帽石啊，这样看过去，那一块，我拉大给你看一下啊，拉大就像那个将军的帽子一样，就在那里那一块。这像不像？然后要走到那边去，走到顶，我看有没有路过去那个中山书院那边的，我过去看一下。你看这些石头很漂亮，是，都是这样。上面就是狮炫吊金钟，那边是林大青木。走，继续走。我发现啊，一路上都是这个欧多尼，这个欧多尼啊，它这就不大颗。感觉应该长出来都是很小的，没什么水的。哦，哇，这里好像像一个天然的窝在这里一样。还有那个兰花，哎，就是这个兰花也到处都是，这个是龙船花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到顶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个我发现是枫树来的，是有人种的。
都是啊，这些是枫树。快到底了，哎，你看那边那个石头，那个像不像那个亚德卡那个猪脚那个蹄子啊？是不是有点像？是不是？到顶了。之前有走过去那边，想过去那边，好像那个芒草很多，没看见有路就没有过去了。现在很感觉好像又有路一样哎，太晚了，等下次早点再过来，到那块石头去那里坐一下。啊，这里就是了，一个天然的观景平台啊，看日落，哦，太美了。